Hello， 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上主日崇拜。接下来是敬拜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他是行神迹的神，阿门，哈利路亚。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耶耶！全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全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给我们，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哈利路亚！我们要依靠我们这位大能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他，赞美耶稣。
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思想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思想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我们参加我们今天的线上的主日的聚会。那今天是这个耶稣祷告四加四加四系列教导的最后一个部分。那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四个祷告的情况。在前一个星期，我分享的是这个祷告中四个重要的元素，那就包括是诚心、谦卑、简单、直接、坚持到底，要与神与人同心合意。那在上个星期呢，我分享的这个祷告的四个对象，第一就是神，还有我们自己、别人，还有就是要为神的事工所里面的这些工人或参与的人来祷告。那如果你想要回顾第一部分呢，还有第二部分的教导，我就欢迎你们到我们的房角石 YouTube 上面呢，去寻找相关的这个链接，你们可以去再去回顾看看。其实我发现到，其实讲句实在话，真正的祷告其实是真实的跟真的实际的需要，跟真实的情况，还有真实的情绪是非常有关联的。那我今天在分享这最后一个部分当中呢，就要特别提到这个四个祷告的这个情况。在马太福音六章当中，耶稣有稍微深入一点讲关于教导关于这个祷告的这个事项。那比如说他说祷告啊，不是要为了给别人看，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在那边举手啊，大声的祷告，不是。他说你反而要回到家里面，你要关上房门，然后向神来祷告。他也说了，祷告其实也不需要重复一些无意义的话，你只要直接简单的对神说就可以了。那其实我发现到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发现这整个培养祷告这个习惯其实没那么容易。我也希望其实有一个三个步骤啊，五个方法啊，或祷告你要怎么去做啊，来帮助我。所以我曾经有想过，如果圣经或是耶稣可以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祷告的时候早上要六点起床，一天早午晚餐你要跪下祷告啦，或者是你要把圣经放在胸口旁边啦，或者是你要把右手放在胸口上，左手高举起来啊，这样祷告的方式就可以了。可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些，你发现到了没有？都没有。如果有那该多好，因为只要给我们一套模式，给我们一套方法，一套方针去做，我们照做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模仿的，很容易在习惯了之后就上手的。可是圣经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些，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些。相反的，其实耶稣完全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的祷告的模式跟顺序。当然主祷文是一个其中一个可以参考，但是他并没有说你要只能够这样子来祷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仔细观察耶稣的生活，我们要了解他祷告的习惯，我们会发现到就是其实圣经也没有很具体的来让我们看到耶稣一天下来他的祷告的生命，他怎么去安排他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即便如此，如果你读完福音书马可、马太、路加还有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观察到一些不同的情况当中，一些耶稣本来就培养出来的一个习惯，这些习惯呢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培养出来的。既然是耶稣的习惯，我们也可以拿来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里面，来帮助到我们自己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里面能够慢慢的能够成长，能够越来越成熟。好，那我就跟你们说，接着通过圣经呢，我观察到 OK 有四个情况是耶稣必定会祷告的，而也是我们也需要祷告的。第一个情况就是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比如那时候呢，耶稣需要从门徒当中选十二个人出来当使徒。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在那些日子，有一次耶稣出去到山上祷告，整夜祷告神。天亮以后，他们把门徒叫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我们看到耶稣是在彻夜祷告之后，然后到他们的门徒当中挑选了十二个人出来作为他的这个使徒。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他到山上去，他用一整夜的时间向他天父祷告。在这个经文的原文的里面祷告这两个字是迫切祷告、代祷、敬拜的意思。而整夜的意思呢，是代表他整夜都坐着忍耐着不睡。
换句话说，耶稣他知道他今天上山去祷告，他要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而这决定不只是影响他的事工，而是将会影响接下来2000年前整个教会的开始还有他的这个发展。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非常的认真，那整夜坐着整晚祷告，在敬拜天父的时候呢，他也为他所要挑选的人来带到。耶稣他知道未来的路，他知道其中当中有一个人是软弱的，有可能会背叛他，所以如果可以选，他就不想选这个人。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顺服了在祷告的里面神给他的对话，给他的这个选择。他下来之后挑选了12人作为他这个初期教会的这个使徒。我们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当中，其实会经历不同的这个阶段，每个阶段呢都会面对不同程度的这个重要性的这个情况。那有些情况需要我们考虑很久，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对不对？需要我们顾虑到很多不同的方面，然后需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来祷告才能够做出决定。那有些情况让人觉得很煎熬，这样决定也不对，那样决定也不对，就很难做出决定。有些情况是别人在强迫你要决定，有时间的限制，你要马上决定要 A 还是要 B。 那有些决定呢，你不一定马上能够看到结果，但是它又包含了一定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特别去祷告。所以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些不同的情况，都是我们需要去祷告的。我们来看诗篇37篇第5节，你要把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弟兄姐妹，神他不一定会让你马上看到路的终点，他也不会让你看到你的决定之后 的成果结果会是如何，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他一定会带领你的脚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下去走。所以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我们一定要祷告。曾经也是有人跟我们说，我特别要带出这一点，我有一个感动。如果你今天的经历这个困难的情况，你的情绪不稳定，或者是你有点模糊，你有点看不清楚未来是如何，在这种情况当中，在这种你不懂该怎么做当中，我跟你说，你真的要祷告，不要做出任何改变你生活方向的决定，不论是工作或者是感情的部分、家庭的部分，或者是在居住的环境的部分，或投资的方面、小孩子的方面，你这一些都要缓下来、慢下来，让你的心在神里面能够放宽，到神的面前把你要的道路交托给耶和华，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必带领你的脚步。祷告的这个第二个情况呢，耶稣祷告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在情绪起落激动的时候，比如说他有很大的这个喜悦，或是极大的悲伤，或是痛苦，或是兴奋的时候呢，他都会祷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的波动，对不对？耶稣也有，他也是人哦，他的情绪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他不会情绪化。相反的，他其实很好的去把握、把控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把他这个整个情绪波动当中呢，转为一个祷告。然后路加福音十章他记载了，耶稣他差派70个门徒到各城各地去做福音的工作，对不对？然后他70个人回来之后呢，他们非常的开心，然后跟耶稣说，哇，主啊，因你的名耶，连邪灵都服了我们。可是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不要因为邪灵服了就欢喜， No，不要高兴的过了头。重要是什么？重点是什么？最要紧的是什么？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记得的。不论我们身上的成功有多么的大，我们的兴奋度有多么的高，我们都要记得到最后，因为我们的名字在耶稣的生命册里面，我们有永生的生命，那才是最为重要的。可是这个时候呢，耶稣看到人们都回来，他也跟他说了这番话。21节圣经说，就在这时候，耶稣因圣灵而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所以耶稣看到门徒们回来了，事工方面非常的成功，他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开心的。但是他没有大肆去庆祝 call 一个 party 说，嘿，来我们去来一个庆功宴或怎么之类的，他没有。他也没有说好你们去放长假来犒赏每个人，他也没有。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在当下就把自己转向了神，把他内心的喜悦，他对他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欣慰的感觉，把它转成一个祷告来感谢神，把他的情绪完全交托给天父。这是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学的一个功课，非常重要的功课。不论我们的情绪在高山在低谷，我们都要学会在这个起起落落的当中哦，转向神，然后向神来祷告，把我们的内在里面完全交托给他。我可以跟你讲，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的情况可能没有变，但是当中神会介入，他会参与，他会分享你的情绪，然后呢帮助你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呢，然后把他们给表达出来。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不需要压抑自己，完全不需要。如果你真的很悲伤，大家面前来哭，你就哭吧，对不对？拿条毛巾好，反正纸巾用也是浪费，就直接用毛巾就好了。你可能趴在地上啊，你要躺在床上啊，都随意你。极度的快乐的时候，你要到神面前手舞足蹈也是可以的，从来不会有人来限制你。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学会在情绪大起大落的时候，让神来帮助我们掌控我们的情绪，久了之后，你的情绪就会掌控你。你或许会突然间陷入一个低潮，因为你很忧郁，你很伤心，你很困难。或许你会过度极度的兴奋，导致你兴奋过了头，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个决定，失去了一些理智。所以我跟你们说，在这个不敢什么大起大落的情况，让我们学会在每一天遇见事情的时候呢，都把我们的这个感动的心，或者是愤怒的心，或者是悲伤的心情哦，这一些都完全调向耶稣，然后跟耶稣说，这些我都交给你，这些我都完全的来给你掌管。耶稣也曾经经历很多的这个痛苦啊，跟压迫的时候。那提到克西马尼园，我们都知道嘛。那在克西马尼园是耶稣在被捕、被抓、钉上十字架之前，他所待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也知道，耶稣在这里向他的天父、他的父亲来祷告。那时候耶稣即将面对了死亡，这个死亡是他非常其实本身，如果他可以选择，他可以逃开的话，他真的是不想要的。他跟父说三次，如果可以的话，让这个杯在我面前就过去了，我不想要喝这醉的这个杯，这个他不洁的这个杯，他没办法承受。可是他看到他内心越挣扎，他越痛苦，他就越祷告神。路加福音22:44他说，耶稣在极大的痛苦中祷告更加恳切。很多时候我们经历极大的悲伤、痛苦、失望，我们感觉很孤独、很彷徨。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你周围的人，包括是你最亲密最爱的一个人，或是你最熟的家人朋友，他们都不一定能够明白你所经历的，但是耶稣可以，天父也可以。你知道我先生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的一个人，那我是一个比较没那么多情绪的，所以当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们是要刚好要搬来美里这边，我们那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把整个搬家的事情给解决完，我就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去伤心。到底一个月底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伤心完了没有？我跟你说这句话很重耶，他看着我，这个人怎么讲这种话，失去父亲耶，都是一件 很大的一个失落，很大的一个悲伤。当然他也是鼓起了他的提起他的精神，然后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搬家的这个过程 给完成掉。但是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即便 我的先生非常的爱我，我也非常爱我先生，但在这种 很伤心的过程里面，我没有办法陪伴着他，只有神能够，因为神他能够明白所有的悲伤跟挣扎。所以你们要投靠神，他会安慰你，他会扶持你。你知道吗，耶稣他曾经也失去很多的亲人，包括他的、堂兄施洗约翰，他被希律王给砍头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耶稣就很沉重，他就独自到一个荒僻的地方。因为有圣经有说他去祷告、但华文圣经没有这么说，原文圣经也没这么讲，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去祷告，因为他是他的习惯，他从来没有去深山上面大哭大闹，没有，他都是去祷告来寻求他天父的面。我相信那天他上去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天上的父亲一定有跟他对话，有来安慰他，来巩固他的内心。所以他下山之后，如果你注意看经文的话，他心里面仍然充满怜悯，他还教导了群众，拿起了五个饼两条鱼，抬头望天祝福了还喂饱了5000个男人。之后呢，他走在水面上，你们记得吗？他还抵达了这个格尼撒勒之后，还医治了很多很多的人。你们会说耶稣嘛，神啊，当然是有能力的。No, 我反而觉得不是，你不要忘了，他也是人，他也是有情绪，有他爱的人，也跟我们一样经历人生的起起还有落落，但是他始终投靠天父，他始终从神那边，天父那边得到安慰还有力量，来继续完成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在这里保罗说了一个非常的令人感动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是各样怜悯的父，一切安慰的神，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自己能从神所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所以无论我们怎样的患难当中，这没有人可以陪伴你，唯有耶稣，唯有天父。因为别人都有他们的限制，他们的 limitation，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责任，他们需要休息，他们需要睡觉，唯有神，唯有天父能够一直陪伴着我们，来帮助着我们。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人，或者是你经常经历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你不妨在这种情况当中学会可能转身，可能面向一个墙壁，然后跟神说，神啊，我就在感受这一切，你来参与，你来进到我里面，你跟我一起来分享，不论是喜或悲，让神介入，让神拥抱你，让神 来安慰你，让神来鼓励你，甚至来分享你的喜悦。你会慢慢的发现，久了之后，你的心情，你的情绪会越来越稳定，你呢就不会有所谓的突然起突然落，但是能够在不同的这个情况里面，你都可以很好的来把控你的这个情绪，让你情绪不会让你分心而做出错误的这个决定。耶稣祷告的第三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事工变得忙碌的时候，我们来读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大清早天还没亮，耶稣就起来走出去到一个荒僻的地方，在那里祷告。我告诉你哦，这句话听起来很 OK， 很一般，很平常，对不对？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我跟你说，在前一天呢，耶稣非常的忙碌，超忙的。他和门徒呢到了加利利海哦，这是个西北岸这个加百农之后呢，他直接进入会堂教导。在会堂里面，他教导完之后呢，他们遇见一个邪灵附身的人，然后耶稣就祷告，帮助这个人赶出了邪灵。哇，哈利路亚，赞美神！他出了会堂之后呢，到了西门跟安德烈的家，那时候刚好看到西门的岳母，就是他太太的妈妈，生病发烧了，他就按手把斥责的这个烧哦，烧就退了，然后就好了。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因为人开始发现原来有这个高手在当中医治赶鬼耶，就很多人把人呢有患病的啦，魔鬼附身的啦，全部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就使许多有各种疾病的人恢复身体健康，他甚至还驱赶了很多的这个巫灵。哇，我跟你说，你看到没有？耶稣一天的工作量可能是我们一个月或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他在一天之内他就完成了。他会累吗？当然会累啊，是我也累，我是门徒我也累，跟着东奔西跑。他走到加利利不是去坐火车去的，也不是坐飞机，他也没开豪华车，基本上他应该是走路过去的，他非常的疲惫，他应该需要睡觉了。我相信他隔一天也会非常的忙。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会堂里面赶鬼了之后呢，就一大堆的人来找他，这些人回去一传十，十传百，这个乡村传那个乡村，这个城镇传那个城镇，可能明天一大早起床，哇，整村整了 整全部的人都到他面前来，请他来医治，请他来赶鬼。所以我跟你讲，明天一定是非常的忙碌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某个国家宣教的时候，我们很疲惫要爬山嘛，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告诉我自己 OK， 我要早点睡，要早点起来，然后我要花点时间祷告养精蓄锐，然后明天要开始再重新爬那一座山。结果因为身体非常的疲累，然后我精神也非常的累，睡得很沉，结果我们每个人都睡得都好像上司懒猪一样叫不起来哦。结果突然就发现，哎，我们没有什么时间要迟到了，所以很快就简短的祷告一下，我们就跑去做事工了。那天事工做起来真的非常的吃力，也非常的疲惫。可是你看耶稣他不是如此，他一大早天还没亮他就起来祷告了。为什么？这不是因为他觉得明天很忙他特地早起，不是，因为这是他已经养成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在一天忙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他已经起来跟天父聊天了。天父或许会把一些事情跟他分享，未来的事情啊，接下来的事情啊，他可能在聆听神跟他分享的一些的策略或一些的安排。无论是什么，耶稣他在忙碌的开始之前，他都跟天父来亲近来对话。他知道接下来这一天会很忙，其实他接下来那三年都会很忙，因为他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在地上，他知道他的时间非常的短，他要很有效的去把握他所有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早上把最早的腾出那段时间来
跟他最亲爱的爸爸来说话。路加福音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他的名声却越发传扬出去，成群的人来聚集要听到，并且要使他们的疾病痊愈。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你看，耶稣他不只是忙碌的时候祷告，他的人气哦，哇，往上爬，知名度开始散播出去了。他也没有昏过头，他人就在这么忙碌的当中，他退开啊，到一旁去，来跟天父来祷告。我们很多人在城市生活当中长大，我们的生活的步伐是非常快的，一天内需要完成很多的事情，不论是家里面的事情啊，或者是职场啊，或者是个人生命当中。现在科技发达，对不对？客户老板他们要求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快，他们要求我们在最少的时间，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多的事情。以前没有手机，大家要先事先约好一个时间，一个见面的日期哦，然后是不见不散。现在不是，现在哎呀，有事情突发状况了，就发一个信息过来，我不能来了，或是哎，你有没有空，要不要出来？就很多这种突发的状况，临时发生的这种情况会被会产生。如果你当下没有去回应的话呢，别人会觉得哇，你有手机都不回应，很没有礼貌。然后呢，会别人感到因为别人会因为你感到生气。就算那个人不急，你就觉得自己很急，对不对？他发了一个信息过来，你好像秒回耶，马上发回去。为什么？你不要让他觉得你对他不尊重。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在一天的里面，他们不只是忙碌于工作，他们还有忙碌他们的这个嗜好、他们的爱好、享乐啊，或交朋友，对不对？把一天的时间填得满满的，也没有什么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在这种快速步伐里面，在这种生活被填满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你要满足别人的需求，要满足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你如何去安排你时间的祷告？你如何去与神亲近？所以你看，如果你今天在晚上祷告，你在中午祷告，其实都是可以的，并没有错，我觉得也 OK。 可是你会发现，在早上祷告的话真的是比较有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找你聊天说话，你老板还在睡觉，你同事还在睡觉，你孩子还在睡觉，你先生还在睡觉，你家人还在睡觉，朋友都还在睡觉，除非他们是另外一个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不然呢根本不用来吵你。所以你当时候呢，你是最好的去跟天父花时间的时间。所以耶稣他这个模式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听过，对不对？所以呢，我鼓励你们早一点起来。如果你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很疲累，然后呢精神懵懵的，然后吃饭也闷闷的，然后到公司去开电脑的时候心情有点 down down 的，或许你要早一天起来哦，早一点，然后呢跟神仙交流，你会发现这整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是非常有效率，也是非常有成果的。或许是你 改变你生活作息的这个时间道路哦。 OK， 耶稣祷告最后一个情况，第四个情况，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要扶持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耶稣在被抓、在被钉上十字架上之前呢，他跟耶稣跟门徒说了很多这种贴心的话，然后包括他会被其中一个人出卖呀、他还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要作为为首的，你要先来服侍人。他讲这些话，突然间他转向西门彼得，他跟彼得说什么？他跟他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像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信心不致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这句话有点莫名其妙，有点来得突然，对不对？因为他讲这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突然间就转向跟彼得说这句话。我想，其实耶稣是忍不住了，因为他知道在过了不久之后呢，他的门徒们会经历很大的一个考验，会因为惧怕而感到软弱。他对他们的关爱，对彼得的这个关爱，想要先事先提醒他，帮他打一个预防针。当然我们都知道嘛，彼得还大声的反驳，信誓旦旦的对耶稣说：“嘿，耶稣，我愿意跟你去死，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怕死的，我怎么可能会拒绝你呢？”谁知道几个小时之后，他就真的跟耶稣说的一样，三次不认主。他说：“这个耶稣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你错了，这个耶稣我不认识。”耶稣说了，撒旦会在彼得软弱感到羞愧的时候趁虚而入，撒旦会趁机哦，大力的摇晃彼得的信心，摇啊摇啊摇，就好像筛麦子一样，也会使彼得内心非常的激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决定。最后呢，他把对神的这个信仰啊、信心推向到一个崩溃的边缘。这就是筛麦子在圣经原文的意思。这不是一个轻易的一个过程，对彼得来说，对门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导致他们几乎都跌倒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对不对？像彼得一样，信誓旦旦，自信满满的，我们想要成为这样的儿女，这样的先生，这样的配偶，这样的父母，甚至这样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定的这个想法，希望自己是这个 level 的，而不是这个 level 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信心是非常有限，能力也非常有限，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或者是我们产生了一个我们原以为会做 A， 结果我们其实做 B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自己感到非常的失望，就好像彼得一样。甚至有些情况严重到你根本就不想继续相信耶稣下去了。彼得就是如此，不是吗？他跟从耶稣三年半，知道的、看到的、经历的，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比得上的。他在海面上走过，我们走过吗？没有耶，我连游泳都不太能够浮起来，你知道吗？他真的是以为他真的能够跟耶稣一起死，他真的以为他可以耶。可事实告诉他，他不行。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我真的不行，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我做不到，我真的是太丢脸了，我真的是太差了，我真的太逊了，太弱了。他根本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他跑回去钓鱼，他连面对着海里面的鱼，他都不要去面对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被筛的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因为这个时候才是让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最真实的那一面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可能会软弱，可能会跌倒，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他怎么做，他其实告诉我们，他已经在为我们祈求了，他让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失掉。所以我们今天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里面，多么的犯错的情况的里面，或者是多么一个极端的情况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回头。而且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发现在我们转弯的那一瞬间，耶稣就会在旁边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就在那边等待着我们，他一直不断的在为你，在为我们来祷告。耶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一直不断的来帮助我们，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从他一在世上出生的开始，到他在看到十二个门徒，在他的门徒当中，甚至到天堂去，他仍就是如此。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他怎么说？耶稣死了，复活了，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感谢赞美神。还有他不但替我们祈求，他还派了圣灵在我们当中。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么说：圣灵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原本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替你、替我来祈求。所以我们有耶稣在天上，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们都随时的来帮助我们来祷告，帮助我们来祈求，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被击倒、在跌倒、在困难的时候，他那里就给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把我们给扶持起来，好叫我们在转身回头的时候呢，能够来继续来帮助我们其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他让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安慰领到了我们，神的帮助领到了我们，他一直不断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因此才有这个能力，才有力量像彼得一样，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回头了，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我这一次愿意。而的确他当然到最后也是愿意 为主来宣道。耶稣为我们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祷告不但有保守、有引领，更就能够帮助我们突破全部的困难还有困境。有人曾经说过，一旦神介入，我们不一定会做不一样的事，但是我们必定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做同一件事。感谢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孤单无助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情绪要崩溃到一个不行的时候，我要跟你说，耶稣他就在我们的旁边，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不断的在为我们来祈求，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量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让我们得到耶稣的扶持之后，经历他的真实之后，领受他的安慰之后，我们可以转身像彼得一样，用祷告、用鼓励、用安慰来坚固我们周围的人。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从耶稣身上学到了非常丰富的这个祷告的功课。祷告这个功课的里面，我分了三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就是祷告的这个四个元素，后来我还分享祷告的四个对象，到今天我分享了祷告的四个情况。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中来学习。
在这四十情况的里面，不论是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或是你情绪起落很激动的时候，或是你生活事工繁忙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都要告诉你，耶稣都在为我们祷告。因此我们能够在这个四个情况里面也相同的也去为别人也为自己来祷告。所以今天内心特别的感动，我在预篇预备这杯道的时候，我感觉今天圣灵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谁经历什么情况，失去什么人事物，你内心想法是不是很混乱，没有办法想清楚，或是你跟周围的人有很强烈的摩擦，或者是你对你的未来感到很 失望或是很茫然，你不懂该怎么样，我跟你讲，耶稣他在帮你来祈求。所以如果今天是你，你今天需要耶稣他来介入你的生命，来帮你帮助你帮助你来突破的话，那我要你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情况允许站起来。我们今天可能不懂要怎么祷告，我们今天也不懂要怎么说跟耶稣说我们内心的事情，但今天我们就可以用唱的来对耶稣唱出我们的心声。如果你情况允许的话，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哈利路亚。在这个时候我们呢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说，神来家帮助我们，来陪伴我们。这个时候只有他能够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回应他用这首诗歌。虽然太阳升起，照耀着地，带来全新生命，耶稣唯有你。谁让星空降临，看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耶稣唯有你。谁供应我丰富生命，谁看顾了我所需，谁会与我同行，伴我成长度过一切经历，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我高举双手，扬声歌唱，耶稣唯有你。
所以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主，我们今天要对你说，唯有你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耶稣。我们要跟你说，神啊，我们感恩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前面有条道路是引领我们向你的，所以主，我们今天完全投靠你，仰望你，在我们的这个困难的情况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情况里面，让你来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将一切都归给你。唯有你配得，耶稣。